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嗱，我哋天壇大佛呢邊咧已經準備好啦，我哋一眾主禮嘉賓啦，同埋咧各位歌手朋友咧已經咧齊集台上咯喎。係啊，大家有個好特別嘅心情咧，去迎接2022年嘅。哇！呢個時間又已經係好期待，幾十秒之後嘅倒數啦。我而家俾你講開 show 一開頭講嗰句，俾啲聲嚟睇下。 咁多位嘉賓啊，喺咁精彩嘅模型機演出之後咧，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有請兩位嘅主禮嘉賓，二報到台前啦，就係為我哋咧係祈福祝願。有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率先為大家祈福祝願。我祝願全港市民喺2022年身體健康、家庭幸福快樂。我祝願香港社會齊心協力克服疫情。 我祝愿国家风调雨顺，恩恩向荣。多谢行政长官，也请行政长官留步噶。这个时候有请陈东副主任为大家祈福祝愿。钟声悠扬，祈福纳祥，在这吉星盈岁的时刻。 我谨代表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，代表骆慧宁主任，祝福所有市民朋友新年吉祥，祝福香港明天更加美好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，国泰民安。